是陈林轩，旁边这位呢依然哈哈屹立不摇的国际级灵学大师，我们的一玄法师。观众朋友大家好。太棒了，这个节目广受这个我们的观众的欢迎啦。哎，我就看到这个身边的朋友被这个一玄法师哈看风水之后，还是要看我们的这个阳宅的磁场之后，一直放赚很多钱。那我会觉得说，哎，我们这个朋友之间呢是要互相的扶持，越来越好才对。对，没有错。可是你对他那么好，你要不要对我好一下？当然要了。所以今天我不管这个摄影班哈，我就直接写那个我家的地址。这个资深宅男女神的家在中部的点就在这里了，就是哇啦。北水不落外人田，一定要帮我看一下，对不对？当然，当然，对对对。哎，所以老师光临我的寒舍，那请你不要弃嫌，一定要让我这个事业上、姻缘上、感情上、友情也是。嗯，我这样会不会太贪心？啊，还好。你办得到吗？可以 ，OK 的。OK 啊，好。OK 的话，那就欢迎大家来我家玩哦，走走走。好，来这边走，欢迎光临我的小豪宅。你看看，其实这里就是我的这个在中部的一个落脚处啦。哎，人家说这个角兔有三窟。哎，虽然我们在北部常常这个摄影棚录影，对不对？哎，可能台北要有个家，但是因为拍这个有时候古装戏，如果这样子往来的话，或住宿舍有时候很麻烦。对，所以租不如买啦。对，所以就干脆就来到这边。这里算是我第哎，老师你有矫正我一下吗？没有啦，开玩笑啦。哎呀，辛苦。原来你也是后亚郎啦。谢谢，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感恩啦。感恩祈福最重要。那老师今天来到这边，当然就是好好的帮你观察一下，看你这个我们的住所，我们的阳宅有哪个地方需要再改进的，然后让你的这个气势啊、运势啊越来越旺，让你的事业更来越来越顺。谢谢老师，肥水不落外人田啊，帮别人看，对不对？对，我们算嘎鸡耶，对，嘎鸡耶，对不对？我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都已经得到这么久了，对不对？哎，也该我升天一下。OK， 那没什么问题。那原则上来看的话，我们一踏进来的时候呢，老师呢发现了一个比较不可思议的一个点呢，哈。那我们看到我们身后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炉灶，刚好是在我们的门后，哎，很少用。对，那你很少用没有错，但是它这个形体还是在的。对，那这个形体在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无风不起浪，星星之火足以燎原也，对不对？真的。对，那你刚好你这个炉灶火呢，又在我们的门的门后，那这样子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般都知道门后就俗称叫小人位。门后是小人位。对，没有错。然后你的炉灶在这个地方呢，哈，就会兴风作浪，煽风着火。让你的整个的火势就越来越旺，所以呢，你最近呢，包括之前呢，可能会有一些暗藏的小人，那在最近呢，整个会引爆出来。老师，请允许我，我想要参拜一下，真的太准。这个是蛮麻烦的。那老师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哈，用一个刚好一个尺寸的一个这个木板哈，那我们暂时先把它压在上面，然后呢，用一块白色还是用一块水蓝色的布。把整个盖着，因为你既然很少用，就先把它盖着。那当你哪一天有过来这边，可能拍戏在中部拍戏，那你可能比较累了，你可以过来这个地方住的时候，你再把木板跟那块布拿起来，你就可以做一个烹饪的一个动作。那如果你已经烹饪完毕，你再一样再把那个木板放上去，再把那个布把它盖着就 OK 了。老师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像我这边算是大套，有一点小格局的大套，没有说一进门就整个都一目了然的地方。门打开之后，马上建造的。其实不是建造，你是造，是刚好躲在门后，小人在我背后插刀。对，那不只是这样，还拿了一个扇子扇火。老师，今天有道具，尊家跟他今天是性格一下，价格啊，是不是？然后更重要一点，你又在你的饮水机哪边不放，又刚好放在水跟火的正中间。那我们水。就是洗手槽，对，水跟火的中间，瓦斯炉，对，啊，这个要放在哪里？你应该另外放在客厅，再选一个位置，再选一个位置，对，因为你把这个平台占有的时候呢，它这
没有办法互通，那没有办法互通的话，会有这个热水器呢，会帮你做一个加温又降温，加温又降温，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对你呢，都是会忽冷忽热，忽冷忽热，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要特别要注意，不能放在这边。刚刚哈，老师也帮你看了一下哈，我们的主人的位置，因为你坦白讲，这个空间也蛮小的。对。那你的主要沙发是在这个地方。嗯。哦，那坦白讲，你也没有给客人坐，那可能客人坐来会跟你一起坐在一起。那要注意一个点，因为你这一个沙发的背后，重点来了，沙发这个沙发，我们人坐下去背后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们的厕所。对啊，那这样子是大忌，是大忌。那什么是大忌呢？就是你坐的后面是厕所，那很容易会有一些臭语，啊，这些臭语就是，其实讲就是不好听的语言。那你可能就是你同台的啦，还是你同一个系党的啊，这些啦，哦，一些后辈啦，不管之类的啊，他会在背后会讲你很多很多的不好的坏话，他想要让你整个就是臭掉的意思。对，所以给你一个建议，就可能就是换到这个地方来，换到这个地方来，那你电视机还是一样摆在这个地方没有关系啊。那这样子，因为我是想说这样子看电视比较正常。当然是这样子是没有错啦，以视线来看，当然是最恰当，刚好是直视的电视。但是问题你要想说我的背后是厕所，那是不 OK 的。那如果我沙发移到跟电视劝局位置也可以。但是背后这个是走廊，没有关系，因为走廊它是一个流通的，没有关系。那你如果会怕的话，你可以吊一幅画，整个把它遮住，就类似像我们的山水画，还是弥勒佛的画，就把它吊住，以画把那个气场隔绝就可以了。画要大一点吗？其实你就是以那个边缘到把我们这一个把这一个的电箱稍微盖住就可以了，是这样子气反而会化掉。那因为走廊毕竟是比较单纯，走动是比较 OK。那厕所是固定，是比较臭的。哎呦，那老师如果说哈，因为我相信很多这个奶奶朋友哈，在看我们节目的。很多都像我这样的格局，因为现在单身贵族很多，小家庭也很多。像我这边上一个屋主呢，他是一对年轻夫妻，然后加上因为有了第一个小孩子之后，就觉得空间好像比较小，就要搬走。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沙发我就是已经习惯了，我看电视就在这，那我就是沙发我真的不想移的话，有没有另外一种化解的方法？当然搬走最好了。对，哎呀，我们过去有没有其他的备案？哦，那备案的话呢，我们刚刚讲过，除了山水画之外呢，哈，山水画本身它的会有一些水在流动，反而会让气会更糟糕。因为我们知道厕所是有些比较不好的污秽的水会走动，那我们可以利用植物。对，植物就类似像松柏长青，那这个松柏长青是画在土里面，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就是画植物的图，类似画松树、画柏树的图，那刚好吊在我们这一面，这个你做了这个沙发的这一面墙，它整个就可以把它镇住了。所以我不搬椅子的情况之下，对，搬椅子是效果最好，最好100分。那如果你不搬，就是用类似这种松柏长青的画镇住，可以把它伤害降低下来，可以维持到80分左右。对。哎呦，那老师，不管是这个大套也好，是小套也好。我刚刚讲过了，台北更多套房啦，对不对？没错。那问题是，住套房的人也会想要搬中房子、大房子啊。那我们现在这些打拼的这种七年级、八年级生也好，还是说，爸爸妈妈，我们买房子给自己的小孩子住，可能是小房子，但是也要找财位啊。对，没有错。哎呀，温东嘛爱立宅呀，对不？没有错。那立宅不要那。那你像你这个房子，因为它是规格比较小一点，那你坪数也比较小。那一般我们都会说开门，那你45度角，那应该会是在那一个街角。但是我们是不介意这样子啦，不介意这样子。那我们会重新以植物下去论定之外，然后那老师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可以把你这一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柜子，鞋柜吗？你稍微把它打直。鞋柜打直在这个地方变成这样子，打直这样子的话，它可以把这个火
稍微抵挡一下，不要让它直接坐在我们的客厅，可以看到我们的厨火，这样可以稍微避一下。那原则上呢，对，原则上呢，我们这个一开门也尽量不要放这个比较冰冷的东西。这个感觉是水晶哦，很多人家里都有放。对，但是水晶是比较属于比较冰冷的东西。那冰冷的东西呢，你又有一个这个圣诞树，它是属于没有生命的东西。那我们这里每天开门就见到这种冷又没有生命的东西，你所遇到的感情，所遇到的朋友，可能就是会比较冰冷，然后比较没有这个生命力的，甚至可能就是稍微要骗你之类的。对，所以我们把它打横过来之后，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你种一盆就有活力的植物。仙人掌可以吗？仙人掌可以，它可以帮你把一些不必要的小人挡掉。但是我是建议，因为你刚好开门了，尽量不要有刺的东西，你可以类似像这个万年青，金钱树都可以，会比较好一点。那个竹子树，对对对对，你可以去花市买那个有一节一节一节，俗称为步步高升的意思。步步高升，听到没有？竹子为什么卖得那么好？哇塞，金价没卖。老师，这样子的格局，但是我也很想招财啊。啊，你唔就帮我看下财位在哪里？其实我们之前都有讲过，一般如果你要专业的话，我们看这个财位，找这个财位，当然是要用科学的东西，是用我们的罗盘。那可能观众朋友他比较没有办法看这个罗盘，我们除了有教观众朋友种植物来知道说我们的财位在哪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你自己本身呢去创造你的财位出来。财位可以自己创造哦，对，这是非常重要的。那首先呢，我们可以请到我们这个家里面的人啊，户长就是这个屋主的这个是登记在谁的名下。那这个人呢，你到你的厨房用一块碗，然后呢装一碗水。户长是我母亲怎么办？那也可以，你就是透请他，也可以你自己本身就常，如果不是户长的话，就常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那你用一块陶瓷的碗，一定要用陶瓷的。陶瓷的。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就到厨房然后端一碗水，大概三分之二满。那我们就到你的这个客厅来，你就四处去给它放。那四处放你可能够放个它阴阳水吗？不用，就是直接就是水。自来水就可以。那放呢，可能就放每个地方就放个三天，每个地方就放个三天。那放个三天之后呢，你去闻，可能就我放东方三天，西方放个三天。那放完之后呢，你就东方放完就给它端起来，第三天从第一天到第三天，你去感觉一下，甚至去喝一下，这个水有点臭掉了。臭掉，那这个地方就不是财位了。哇，了解意思吗？就是用科学的一个方法来自己去找财位。那还有另外，你喝起来从第一天放到第三，可能我放在西方，喝起来这个水还是干净的，然后有点甜度，那就是财位了，中了。对，所以说有很多的东西你是可以不用请老师要到你家去大费周章去看，除非说有很相关你很深度的你没有办法了解，当然就是要请老师去帮你看。那其实你可以自己去创造你的财位，自己去找出你的财位。那除了植物之外呢，我们利用水，因为这种水的东西呢，它非常有灵性，水主财，对不对？对对，你就把它找出来，哪个地方不会臭，那个地方就是你的财位。那老师剩那姐嘛，那既然你这个子母罗盘都已经在了，你不就帮我解救一下？最近口舌是非那么多，那你的口舌是来自于你门后灶，然后门后灶就是有人要断你的后路。那以财位来看，老师刚好帮你关到你的财位是在我们的右前方那个地方。右前方，老师讲的是这个位置。对，在这个位置。还是这个位置？没有，在这一个位置，在这里左右各一尺的地方，30公分的地方各一尺。对，这个地方呢，俗称为你的财位。但是你的财位，你看你的财位。有好多的东西都塞住了。对，就是我弟弟有时候从大陆回来的时候方便，如果不开车就会摆安全帽。对，那你把它塞住之后，你整个气场就是会有点糊里糊涂的。那所以这个东西可以把它搬走。搬走，那你上面这边就是放你的聚财的东西，就刚好放在这个角落，是最棒的。盐灯啊，还是说什么聚宝盆这些？对，盐灯、聚宝盆，甚至貔貅、开运的商品、金鸡母都可以放这边。都需要。开光过吗？当然是要加持是比较好一点的。那如果你单纯没办法加持的话，就是当然是建议就是说利用一些水晶，比方说像水晶做成的元宝，那我们都知道就是粉晶就招人缘嘛，那你现在犯小人，那我们就是可以去利用这些粉晶帮你把这个人缘补足起来就 OK 了。
诞想要什么礼物？今年圣诞我想要有三个便当。这是您可以避免的悲剧。火金刚防火板，台湾制造，耐燃符合国家标准，专业、安全、防火、耐燃，居家安全的守护神。02-2680-5436，2680-5436，林鸿木业。竹南玄龙宫主祀金普夫人，济世救人，神机显灵。您是否常觉得事业不顺、家庭不和，面临人生十字路口，感到迷惘无助吗？让金普夫人为您指引方向，帮您逢凶化吉、纳福招财、开运转运、求平安、求姻缘。广邀信众一同来结好缘、植福田。服务电话037-552-687。竹南玄龙宫赞。结合时尚、转运、招财、纳福，银白试炼搭配108颗星宿时尚水钻，36天罡及72地煞，形成阴阳太极，汇聚天地间正向能量。经五路财神及正宗法师开光加持，让您时来运转，众神护佑。佩戴时来运转乾坤链，绝对让您否极泰来，运势攀升。转运专线037-552-687。你的财富变少了吗？你的事业遇到瓶颈吗？开运麒麟聚宝盆由国际灵学大师亲自设计，结合12天干地支，元宝麒麟双龙护主，依个人命盘、阳宅方位，道府安奉属于您的财宝库。开运麒麟聚宝盆，帮助您生意兴隆、职场顺利，让您开运五方，财富滚滚来。发财专线037-552-687。助我长大，帮我找家。走了20分钟之后，总算从客厅走到我的玄关了。老师，哇，这个很像要跳钢管的感觉。老师，你看，每个少女心中都有一种